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座美丽的花园，花园里非常热闹，马铃丹、波斯菊、凤仙花开满每个角落，五色鸟哼着快乐的乐曲，大凤蝶在花床上享受日光浴，小蜜蜂在树丛间玩捉迷藏。这里是动植物的天堂，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园。呀呼，又来到这里了，呀呼！哎，这里有马一丹哎，好香啊！还有四只鸟啊，加上人啊，也是奇迹。最喜欢这座花园了，每次来到这里，可以躺在青草地上，看着那小跑车的蓝天，白云，还有高楼大厦，还有温馨的小猫。啊，飞行的小猫，温馨。哦，飞行的小猫，那原来是温馨啊！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么美丽的花园是谁的呢？这座美丽的花园，哎，对，我之前好像听过。一个牧师跟我们讲的一个传说，好像是那个一个道人营长跟我讲的一个传说，说这一座花园里面好像住着一位恐怖的巨人哦。那个巨人又高180，又凶，而且他好像声音要大声，会不会他一生气一吼这样，哇，全部都被赶走了？哇，巨人怎么可能啊？我们从小就在这里玩，哪有可能会有巨人？该不会他就躲在这边附近？我们靠近的时候，把我们抓起来，吃掉！等一下，他只是个传说，不要当真。所以，你跟上面那个小巨人出来的话，怎么办？哎，不要再说巨人了啦！我们来这里不是在玩吗？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好好来讨论，我们等一下玩什么？像是做花圈，还是荡秋千、踢足球啊？我想到了，躲猫猫。哎，不过躲猫猫总是需要一个鬼嘛，谁要当鬼？当你啊！又是我，玩了100次、100次都是我。哦，耶。6、7、8、9、10，我来抓你们。我终于回来了。这些年的旅行啊，真的好无聊哦。说什么要去什么万里长城，才这样子而已，短短的。真是的，而且呢，旁边啊，就还有围都一堆的人啊，不知道最近到处都塞满观光客，受不了。还是我的花园最棒啊，可以安静。俗世啊，更重要的是没人打扰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是谁？是你巨人。翻身的小孩不止一个，三个，还有一个跑掉了。啊，这是我的花园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来这里玩呢，我们是附近的小孩，
怎么还到这里玩？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做花圈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是想跟你做朋友而已。朋友？我是巨人，我不需要朋友，我也不想要花，没事，我不要花圈。这真的不要花圈吗？那是我们大学西山一起。没有没有，我不喜欢朋友。对，重点是我不喜欢别人来到我的花园。你真的不考虑看看吗？很漂亮吗？你们把我的花园里面的这花圈还跟我说很漂亮？不然你跟我们说声加油。滚啦！真的不考虑买一个花圈吗？这是我的花园，我不要别人来打扰。走啊！他好像生气了，我们赶快走。已经生气了。是，好不容易想回来安静一下，还遇到一堆小朋友，啊，真是的，现在的小孩子这么没礼貌，没经过我的允许就跑到我的花园里面，我真的得要盖个城墙，啊，现在的小孩子。盖什么花圈呢？然后还跑到好，真是的，我好好的把我的花园给保护起来，所以小花小草没关系，不是生你们气啊。啊，真是的。有满的。
冬瓜、杜鹃，还有凤仙花、五色鸟、小草，还有大树。大蝴蝶，闪电龙，史莱姆，不是史莱姆，不对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，好，这边的整个花园都是我的。太阳下山，又再度升起，那些天一眨。色鸟、大树、小草、大蝴蝶跟小蜜蜂、史莱姆，黑呀史莱姆，奇怪，跑去哪里？从巨人筑起高墙后，孩子们不再来花园玩耍，花园变得越来越寒冷，越来越荒凉。鸟儿不再歌唱，花朵纷纷枯萎，大雪像条冰冷的厚毯子覆盖每样东西，一切变得好阴森。怎么都不见了？奇怪，为什么花园变得好冷？好孤单哦！奇怪。寒冷的冬天笼罩着巨人的花园，渐渐的，巨人不再愿意离开花园，因为花园里不再有朝气，不再有欢乐。这里只剩北风、冰雹、大雪，以及永无止境的孤单。这么漂亮的花园，不应该被这个高墙所限制的。
这样。可以啊，好啊。巨人和
是这个，那是蝴蝶。小男孩，可是这个呢？是小男孩。不是啊。不是啊。俊俊先生，是他吗？是这个吧？长得很像吗？会吗？不是。其实这个小男孩，他让我原本以为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我有一片花园我不愿意分享，我以为我不能帮助别人，跟我的自私已经没办法改变了。但是是这位小男孩，他帮助我，让我知道帮助别人可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巨人先生，那个小男孩到底是谁啊？是昨天他压在我们的围墙旁边的小孩，但是他不断地鼓励我，让我帮助他，但是我早上起来他就不见了。巨人先生，你的心已经改变了呢，你心不像是以前一样那样冷冰冰，不欢迎别人了。真的吗？会不一样？对啊，你真的不一样，你愿意和我们做朋友。我想啊，应该是就是因为那个小男孩，他就有了这么多的改变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春天才因为这样再一次到来我的花园了吗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好吧，那我们先一起，那我们就去玩吧。真的？真的，这里以后我的家就是大家的家。太好了，我的花园就是你们的花。你愿意把我的花圈吗？不要把我的花园的花。你们可以去玩。真的？好，那可以玩。耶！好好好。